是吴安。明天4月17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要恭喜了。首先要恭喜母羊座的朋友，爱情桃花朵朵开，而且桃花人气指数节节上升哦。金牛座朋友也不赖，在工作场上受得老板的器重。而至于双子座朋友，更是好运当头，很多的决定都是非常正确的。不过三个星座要特别留心了，巨蟹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家人之间容易有冲突；狮子座朋友要特别注意职场的一些小人和斗争；处女座朋友也要特别留意有不经意的多花钱的倾向喽。月亮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土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风象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是2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0哦。